大家好啊，现在咱们上牛圈来喂喂那个小二妞来啊。小二妞下生以后，他妈的奶不算太够吃，他妈因为有一撇奶是早先得过乳腺炎，然后那两个奶就是说死奶头子，就是不出奶，然后就靠吃一面奶不够吃。咱们给他买了点代乳粉，给他再添抹点啊，就是说让他吃他妈奶，然后同时再给他用奶瓶再给他喂点，要不然让他吃不太饱。咱们给他锻炼锻炼，让他用奶瓶吃。开始给他喂奶了，现在奶瓶上冷不丁吃还不太会吃呢，你还得锻炼锻炼他呢。会裹他妈奶了，但是不会吃奶瓶了哟。得让他吃两回就好了，吃两回熟练了他就会吃了。这奶瓶有点眼太大。尿了。你看他冷不丁吃他烂不楞他。会过了。不得喂好几顿儿，才能自己找吃啊！他自己找吃了，有的，他就跟人了，到时候该。一看拿奶瓶来，就奔人去了，就该。好，给他灌完了一些了。头一顿儿家不怎么太会裹呀，咔咔了一下，费劲了。待会儿再让他吃他妈的奶，再吃点儿，到晚上再给他喂一顿儿，连喂两天他就会裹了，应该。哈，又吃上他妈奶了，他妈奶又吃上了，咔咔造啊！今天天暖和了，白天零下十来度，也就是干中午这会儿可暖和了呢。你干啥你小帅，看这些小牛崽子都跑外边来待着来了，在这玩儿的。看这牛崽子多好看。小丸子你在干啥呢？小丸子在蹭脑瓜子玩呢。啊，小丸子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找你了，一看你过来，可能小丸子挺好玩，小丸子家伙，小丸子可愿意跟人玩了呢。哎，你看，咋的？你看这暖和的，你看化了，看这不也冻冰了吗？也冻冰了，但冻的没那么厚了，包溜一层。这块的牛粪不给它清那么干净了，过一阵。看那院来了几个。麻雀家巧，这家伙这小帅的那个还要给小家巧玩去呢，就跟那刚才你看那小丸子看到家巧了，上家巧跟前去，你看给撵跑了，撵飞了，那个给大牛都放进院来了，让他们吃一会儿吧，都饿了。看这几个小崽子都吃饱奶了，家伙在那玩上了。小丸子，过来，小丸子来，小丸子，来，小丸子来，小帅，小帅来，小帅，小帅，小帅都过来了。呀，这小丸子他瞪着眼睛瞅，